8月23日，有媒体晒出杨幂、张小斐私下聚餐吃烧烤，尽显亲民风范。画面中，他俩身着潮流私服，口罩、棒球帽遮眼下，仅凭装扮难辨彼此。张小斐短发英姿飒爽，尽显御姐气场；杨幂长发卷曲，女神气质不减。途中，杨幂轻拍张小斐肩，亲密无间。低语交谈间，路人皆为识其真容。张小斐一高腰裤配短上衣，外披白衬衫，身姿窈窕，宛如青春少女。两人曾同为北电同窗，旧照中亦是形影不离，友谊深厚。岁月流转，杨幂愈发成熟风韵，眼底偶露疲惫，张小斐则保养得宜，容颜依旧。或许婚姻生活为他添了几分从容。张小斐一拟好李焕英，一举夺得金鸡影后，演技备受赞誉。杨幂虽早已是娱乐圈璀璨明星，新作《哈尔滨1944》却引发演技热议，与张小斐形成微妙对比。而今两位巅峰女星重逢，是否预示着新合作？对此你怎么看呢？